我真的有病人进来啊，他在诊间里面，他就像落泪耶。前一阵子一个客户也是啊，他就在外面弄啊，他那个脸就是那个自然的弧度就真的不见了。嗨，各位豆粉们，你们好，不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我会治好你的青春痘。我是美尚美皮肤科庄怡艳医师。我是彭贤礼皮肤科诊所的彭贤礼医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现在医美很流行、很流行的一个填充物，这个东西叫做聚左旋乳酸。今天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减少很多医美脸可怕的现象？在最后，彭贤也会帮我们打一个病人，让你们看看填充物的效果。Sculpture 大概已经多久了？20多年。20多年，那彭氏你打几年？我大概打20年。你再打20年 ，OK， 我大概打10年。Sculpture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叫 biostimulant 的东西，然后它是可以去再生我们的皮肤，所以它不会位移。我认为 Sculpture 最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今天打进去这个粉末之后，它就长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定在这边。那你觉得？现在 biostimulant 那么多，你为什么会爱用这个产品？必须讲这个产品的 quality 是真的好了，而且它长的胶原的量是真的比较多，这个都有 paper 佐证的。好，那另外你刚刚讲的这个不会位移啊，因为现在这个叫 overfill syndrome。就是过度填充症候群是一个很受瞩目的一个 term 啊。我们选的这个材质现在有玻尿酸或者是 Sculpture， 你会怎么去选择？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民众或者他们今天想要尝试一点医美他最不懂的地方。 Sculpture 它强调的是它长自己的胶原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natural 的，那重点还是你要放在对的地方，放在对的地方它的 effect 最大啊。那因为它长自己的胶原呢，它现在有新的研究，它对肤质的改善又很好，它可以调控我们几个基因，所以这个 ECF 啊，就是 ECF， 你在用白话讲了，就是我们真皮层这些它会增加，所以对你 overall 的这个 skin 的 condition， 就我们皮肤肤质会改善很多。好，那我用白话讲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它进到这个皮肤里面，它产生一连串的反应，它就让你的皮肤发亮。OK， 毛孔就会变小，皮肤变比较厚之后呢，你的皮肤就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好，然后打在比较深层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个拉提的感觉。基本上是这样子啦，像我们那个时候研发这个 GPS， 其实是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打在重要的点位上，它就是拉提，一个就是打在深层，它就是好像一个骨性的支撑啊，那其实就是这两个重点了。麻烦彭医师帮我们打一个病人试试看，这个是彭医师选的病人，你会想要帮他打这个？其实他就算是适合我们这个打这个 GPS 了，他这里会有厚重感啊，有点垂坠感啊，这样又相对年轻嘛。其实你如果说有让他有一个拉提的话，这个感觉就会弱化，嘴巴是看起来比较凸啊，其实他是有戴了牙套了，所以这边的凹陷其实是我们叫牙套脸了。那他的下巴也比较缩，这当然是后续我们可以用这个玻尿酸啊，比较支撑性的玻尿酸来让把他的下巴不会那么退缩。但是重点是他的太阳穴有点凹，这里也有点凹，颧骨这个是比较凸的。然后呢，这个的厚重感是因为当然有肉是一个，还有点松，所以拉提它这个凹凸凹凸的，我们叫做花生脸啊，就像花生壳那样子，有凹有凸了。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让它外侧的提拉啊，当然这个凹陷的地方我们会打一点，让它再生一些胶原，所以这个提拉以后的脸型的顺畅度会改善很多。所以你这样子打不会有 overfill syndrome 吗？哈，不会，不会。最近几年很夯的一个 paper 叫做韧带线的哈，就韧带线以外打的都是比较会填充，它不是在我们这个功能区。我们知道我们东方人最常 overfill syndrome 其实就是苹果肌，大家都是觉得你苹果肌不够，所以每次要求医生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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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要再打苹果肌了，这已经过时了，好吗？不要再打苹果肌跟泪沟了。好，我们赶快去看彭医师怎么打。这个一边就是两瓶了。一边就两瓶，所以你要四瓶全打。对，是哇，量很大哎。然后这个效果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它其实会有一些立即的效果，这其实就跟我们一般打的一样，就 superficial fat pad。那我们刚才主要就是做外侧的注射了哈，就两个入针点了哈，一个是在上面的提拉点，一个是把外侧这边修顺，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脸型啊，这边就整个上去了，包含眼睛啊。法令纹啊，下颚的线条啊，脸型这边也看起来是比较顺的，
那边是比较有那个花生的感觉啊，那这边呢就整个是有这个拉提。我真的觉得花生真的是比喻的很好。我刚刚彭先生讲的时候，我没有的感觉，但我现在知道这花生的意思是什么。对 ，OK， 这边是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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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花生。对，这个有凸，有两个凸啦，凹跟凸之间呢。所以，刚刚彭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补起来啊，这个补起来，所以这两个花生的凹陷就不见了。好，但是这边就算了啦，我们就还是留一点那个正常的。这个就是你讲的，就是之后再来做紧致了，这个把它收紧了。Okay, 对。我们上架屈臣氏啦！如果你是痘粉，你是油痘肌，你毛孔粗大，你想要美白，或是你只是想要让你的皮肤再更好一点，请来这边找我们吧。